TVBS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明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淑媛。两人作品中饰演兄弟，李明顺和尤安顺、薛士林共组的破龙宫三人组，带着做工的人电影版回来了。还耍未？啊，你后伊搁弹动啊，倒了搁站起来都好啊嘛。你看掉。时间线拉回影集版11年前，角色间到底如何相识，也刻画工地里基层人员的酸甜苦辣。尽管李明顺出身马来西亚，想演得够接地气，台语一定得够溜。那你听耳机在干什么？那时候不是很熟的时候，后来还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里面听的都是台语的词。那个口音的部分还是有在。大荧幕的话，他就说对不起了，我这次要抓你抓得很紧。所以那个压力是很不一样的。我在这部戏里面是看不起他的台语的。点名的天心饰演律师，更是穿针引线的角色。蒋台玉苦了他，自戏剧《亲爱的我爱上别人》了后，相隔10年和李明顺再合作。当年同时入围金钟，却只有一人顺利拿奖。就他比较幸运吧。没有，我发什么白眼？那年永远在现场掉根牙签，他就是要让自己进入到那个所谓那种。你知道那种做工人那种漂配的那种。摊开演员名单，个个是镀金常客。尽管导演有给词，却总能即兴发挥。我有没有交代你说一定要完成什么事？我老婆交代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。我应该再多20天吧，我就回去了。对对对，但是我大概6月尾会再回来。透露工作重心目前约90%都放在台湾。对于金马奖，演员说轻松一对就好，能让心血被大家看到来得更加重要。特别是环三项目，绝对谈不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